所以过去的这个一到这个入冬前啊，那就准备满大街的都是排队买烟囱的，然后一到冬天就有人专门来告诉你们家里得留一风斗，不能要不然你这煤气中毒，每年还都发生这煤气中毒的事故。那东北不是，东北是火炕，火炕特别舒服，所以东北人就养成了这种猫冬的习惯啊。过去就为什么二人转在东北流行，就因为过去东北一家子住一大屋子里啊，然后招转圈的大炕中间就那么块地儿，只允许俩人在那儿表演，所以他久而久之冬天闲着没事嘛，就形成了这种二人转的文化。过去老百姓啊，老百姓冬天有钱的人生个炉子，没钱的人怎么办？那都忍着啊，你不是说忍不过去，能忍着。那到了这个皇宫他就不一样，皇宫呢这个当然也有生炉子，他更多的他用一些辅助的，叫比如火盆啊，这个熏笼。那么皇上住的那地方呢，更重要的呢，它是这个有地暖。这个地暖这东西太好了，我们今天北方以至于南方啊，现在南方人家里这个很多人都安了这种地暖啊。地暖呢它是由底下向上暖的，它符合这种养生之道。那过去说头寒脚暖八分饱，对吧？头寒脚暖八分饱。那么这地暖呢，我们今天啊，因为我们在北方啊，有一阵子全是暖气，暖气有那种气暖有水暖，气暖那暖气特难受，还有的就是宾馆那送热风那更难受啊！不要说南方人过来都不适应，北方人都不适应。但现在最好的这个取暖条件，我觉得就是地暖了。地暖比较科学。那么最早使用地暖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皇宫。我们今天到这个故宫，你注意看啊，大太和殿啊，那个住大殿里，这个周圈都有那火道，都烧火的孔。一到冬天，这些地整个把这个建筑的地都烧热了。因为像故宫这种大建筑，那通高都是十几米二十米的那种通高，你要想把这屋子给烘热了那太难了，所以只能地热。地热呢热气慢慢往上走嘛，所以这个温度特别合适啊。这种东西呢叫地炕啊，其实就是地热。我们在漫长的冬季呢，这是古人发明了很多有意思的这种过冬活动。你说这冬天老猫在家里也不成啊，是吧？过去很早讲百家讲坛时就讲过这个九九消寒图啊。我们每年啊冬至以后就开始数九嘛，数九嘛，就是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一直到九九，九九八十一天呢。那九九消寒图就是找九个字，每个字九笔，叫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你看写的不仅美，内容呢还跟这个你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吻合。但每天你只能写一笔，这每天写一笔是一挺难的事儿啊！你就跟你说你会唱一歌吧，每天就唱一句啊，第二天你接着这句唱，你试试，他找不着感觉。所以把这个九九消寒图写完了呢，这春天也就来了。但是在这漫长的冬季中，我们刚才说九九八十一天，你两头算起来仨月呢。是古人最流行的呢活动啊，室外活动就叫冰嬉啊，有点像今天冬季奥运会的意思啊。北方大多数地区基本上一到冬天呢都是几个月的时间被冰雪覆盖，你像北京也得有仨月，那东北得五个月吧。很多到了宋代就一千年前，皇帝也喜欢冰上的娱乐活动啊。南方人喜欢什么呢？喜欢秋千，有一种秋千在水上玩，船上的荡来荡去叫水秋千。那南方人就喜欢冰嬉啊，就这个冰上的运动。明朝的记载已经很清晰了，乘坐的那个冰车呢就成为北京城内冬天的这种风景线啊。我们小时候都坐过冰车，冰车有两种，一种呢是别人帮你，就是动力不来自于你自己，是别人推你或者怎么你，还有一种就是自己来自动力，有两个冰叉啊，这么叉着，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各种，还有那种高速的，就只能站两个脚，站起来滑得非常飞快，今天都看不到了。今天除了好像穿冰鞋没什么新鲜的了。那么这种乘坐冰车的这种游戏在晚明的时候呢特别受社会欢迎，所以在晚明的这个书中啊绘画中呢都有记载。有一个很清晰的记载啊，是这个天启五年，也就是1625年，当时呢满族人在后金他也有一个年号，是他天命十年啊。他在那个正月初二啊，大年初一过年嘛，正月初二就出来了。当时东北努尔哈赤正在崛起
啊，他在冰冻的这个太子河上举行了一场冰上运动会，这是我们有记载的。那距今呢四百年了啊，差几年就四百年了。太子河是辽宁呢比较大的一个河流啊，现在位于辽宁省的东部啊，可见当时这场运动会的规模应该还是在那个时候应该算很大了。当时比赛的项目呢有冰球和花样滑冰啊，你得冠军了以后奖赏什么呢？那时候不是给你奖牌，直接就给你银子，给你20两。第二名呢给你10两啊，这钱在当时算一笔大钱了啊。满族人啊，他进了山海关以后，到了北京以后，北京应该还是很冷嘛，他把他的冰车之乐呢就给带来了啊，就把他的竞技滑冰呢就带到了北京。尤其到了清朝的康雍两朝啊，那时候天下已经坐定了嘛，冰上运动就变得特别丰富。乾隆皇帝甚至把滑冰运动定成了一项这个国俗啊，和另外一个巡幸啊，一个围猎一样，每年呢他就定期举行了。那他作为这个宫廷的重要典制呢，他就记载于钦定的《大清会典》之中。这上面能找到这样的字，就皇上所说呢，冰溪为国治所重，就是说我们冰上的这个运动为国家呢定下来，而且很重视。每年到了冬至日啊，皇帝就会在瀛台观看冰溪活动啊，就我们可以说观看冰上运动会。腊八节的时候，皇帝会陪太后到北海的庆霄楼呢观看这种冰上运动会啊。参加冰溪的这个人员一定要分为两队啊，每队数十人啊，这个各队有12个主要人物，要穿着红黄啊两色的马褂以示区别。那比赛嘛，你得颜色分出来。这种比赛呢分花样滑冰和速滑，你看跟我们今天差距不大，对吧？花样滑冰就要在冰上啊摆出各种造型啊，还有就是杂耍杂技。我们有时候你听听啊，那时候古人呢起这名有时候特形象，但是不怎么雅。比如说这造型叫大蝎子啊，你看那蝎子肯定是这只尾巴翘起来，那可能就是一只腿翘起来啊。比如叫双飞燕啊，比如叫哪吒闹海等等。这些一听这难度就比较大啊。那速滑就不用说了，速滑就是你爱啥姿势没关系，你谁滑得快谁就赢了啊。今天当然有你觉得姿势特漂亮，那姿势漂亮也是因为为了滑得快啊，没有一个人做姿势漂亮为了滑得慢的。那皇上一定把滑得好的挑出来分3、6、9等啊，这个分出来啊，每个人发赏银啊，一般参与的人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点。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他有个道理，这个皇上他不是光看你比赛，因为这个清代满族人呢，他把滑冰和这个冰上的足球和摔跤作为守卫京城部队的一个军事训练项目，这东西不是光为玩，还是强身健体，而且在军事上有用。他为什么有用呢？因为他这种技艺呢，他叫跑冰鞋啊。他跑冰鞋呢，在过去在东北，在如果你沿着江哈、啊，你迅速行进的时候，你走道要快得多得多。所以过去啊，清朝军队里就有专门这种溜冰的兵种，有点像我们的骑兵啊，骑马是一个兵种，只不过这些年用不着，才给取消了。所以它叫技勇兵协营啊，溜冰的兵士呢就叫兵协，它就叫兵协。教习这个溜冰技术呢就叫兵协教习啊，就是教练。管理溜冰的机关呢就叫兵协处啊，这个很简单。当时所用的冰刀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啊，它首先没那么高啊，现在这冰刀特别高，你要是不会滑冰的你一块上去站不起来，你脚腕子没劲儿。它就是在木板下面用钢条或者这个钢片绑在这个鞋下头就成了，特简单啊。这种我们在东北也做过，两块木板底下绑两根铁丝就能，就那个5号铁丝绑在下面，你把再跟鞋绑在一起就能上去了。那个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学，不容易摔倒。乾隆十年的时候啊，乾隆十年是1745年，那距今有不到300年吧，280年啊。乾隆在观看这个冰溪之后呢，他写了一个冰溪赋啊，就很高兴，他就令一帮大臣呢给他写同样的命题作文啊，就是我写了冰溪赋，你们底下，因为那过去那个宫廷里的重臣没有一个文学本事不够的啊，都能按照皇帝的这路子再写一遍，各写各的。
然后他就让宫廷的画师们就把这个冰溪的盛典就画下来了。你今天啊看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里呢，它就还有这个御制冰溪附图啊。北京也有一套啊，是姚文翰绘制的，叫《紫光阁赐宴图》，它比较完整的再现了当时冰溪的一个这种盛大的一个场面，对吧？那么冰溪图其实画了不止一个啊，至少我们现在能找到两个，一个是金坤为代表画的，还有一个是这个张维邦啊，包括跟姚文翰一块合作的，这些呢都藏在这个故宫博物院。这些作品呢，它真实的惟妙惟肖的记录当时的冰上运动。那我们想，我们国家这段历史还是挺长的啊。它除了专为皇家表演的宫廷溜冰啊技巧之外呢，在民间呢，也盛行这种溜冰活动。你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嘛。在什刹海啊、护城河的冰上的这个蹴鞠啊，就是踢球，皆是民人练习者。那打冰球可不是我们现在打冰球啊，我们现在看的那个体育比赛打冰球是外国人的，我们的呢是在冰上踢球啊，所以的民间呢就有一些花样滑冰的好手穿着冰鞋来踢这个球。文献记载啊，就古代古书上有记载说有一个人叫齐士林啊，说他12岁就练习这个，能表演出很多高难动作，比如猿猴抱桃，我这没啥吧，鹞子盘云，这是估计高啊，凤凰展翅、卧鱼啊什么等朝天灯等姿势。那我们今天看啊，就花样滑冰运动员他所做的高难动作真是让我们叹为观止啊。我们自己称我们自己是华夏儿女，那么夏商周时期我们以什么为主食呢？有很多词儿我们并不陌生，比如五谷丰登、五谷杂粮，可见五谷一直是古人的主食。五谷都是什么呢？这个史料的说法不一啊，我们普遍的认为的一种说法就是稻黍稷麦菽。一部反映周代礼教的诗歌总集啊，比如我们的《诗经》，大家都知道关于五谷的描写是非常多的啊，最朗朗上口的就是硕黍硕黍，无食我黍，硕黍硕黍，无食我麦啊。这个黍去了壳就是黄米啊，煮后以后就是黏米嘛，比较粘稠。孔子先食黍，以示黍为五谷之先。那么我们都知道离骚屈原啊，屈原投江以后呢，楚人就将包好的粽子呢就投江祭奠，那时候包的就是黍米啊，所以我们今天吃年糕吃粽子都是黏的。祭呢又成素啊，这个素有五彩，但是我们一般生活中知道的这个素米就是小米，基本上就是黄色的，但是它有白红啊、黑橙，甚至还有紫色的。小米的颜色是很多的，但我们生活中吃的基本上都是黄的。那么稻黍稷麦菽，菽是什么呢？我们生活中很少说哈，它就是我们豆类的一个总和啊，所以汉以后直接就称之为豆。那人类在吃这个吃的这上面，第一个方法哈，就是说我们在吃怎么吃它呢？那首先要这个用最原始的方法。因为最原始的方法呢就是烤啊，我们今天你看啊，有一些野外生存节目啊，你说国外最多啊，他们把人放到野外，他要学会生存下来怎么办呢？都是烤，钻木取火以后啊，然后点燃了火逮着的动物啊，就是用烤的方法进行这个加熟。那么直至今日，人类对这个烤的这个吃法还是比较能接受的啊，它因为它直接简单啊，直接就是火赋予人类的这个一个礼物吧。人类要摆脱这种茹毛饮血的进食方法，那肯定是从烤开始，对吧？我们早期的石器啊，早期也都是到商周时期了，商周时期的这些石器大量的盘什么的，它都是把烤肉搁在盘子之上。我们对这个烹饪的方法最可以想象的就是烤，早期一定很长的时间人类吃熟食都是通过烤完成的。那么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是煮。煮跟烤比较起来呢，它就需要多一个容器啊，就我们说的个炊具啊，你可以说你没有架子，你支三块石头它就可以用锅开始煮。那么煮明显的比烤呢要复杂一些，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早期的能够明确的是我们用来煮的容器有什么呢？有一种东西叫笠。这个字儿呢，如果今天单独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它是隔，就是我们隔离的隔去掉耳朵旁啊，这个字儿念笠。那比如我们早期的文化中啊，比如新店文化啊，在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它有一个双钩的这个双钩纹的彩陶笠啊。比如我们商代的这个国家博物馆藏的青铜笠啊，这个笠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三足啊，三足鼎笠我们都知道，但它这个足呢跟鼎的那个足不一样，它的足是呈带状。什么叫带状呢？就像口袋一样，三个口袋一样的带状呢，是中间是空的，它在受火的时候容易加热，又比较稳当。我们今天的这个锅基本上都是平底的或者圆底的，直接搁在你的煤气炉子上一加热，它比较均匀。但古代呢，如果用这种，因为它火来源是比较原始的，就是劈柴一点着了，呼噜呼噜一烧，那么你的带足呢，它受热面积大，它就使它的这个里头的融进去的水能够尽可能的烧开。我们今天因为长时间的使这种金属器皿啊，金属器皿的导热系数都比较好，加热你没有这个烦恼。但是你用陶器的时候呢，它这个导热系数很差，所以呢就很长时间烧不开。我们今天使用的比较原始的还有石锅啊，你比如你要去韩国店，韩国店的米饭什么都是用石锅的啊，那石锅加热起来就特别麻烦，它就比较时间就比较长。那陶锅它就更长啊，陶锅我们今天生活中偶尔还用的是砂锅啊，它把它煮热了就非常费火。所以古人在这样的早期的这种炊具中啊，笠是一种最为实用最为有效的一种容器。那么有了这种容器啊，可以煮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很多粮食就可以煮了，比如我们知道的谷物啊、稻米啊，它可以直接加水就煮，煮完就是熟了就好吃。我们今天你想想，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火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把稻子、小米啊、麦子这样的东西能够咽下去呢？我估计也能吃啊，你搁嘴里慢慢嚼着，兑点水也喝下去了，但是你的吸收就很成问题。那么煮食的这种食物跟烤出来的食物比较起来呢，煮的这种食物吃起来就不容易上火。今天你多么喜欢吃这烤串，你要天天吃你也受不了。所以煮的这个熟食技术的发明呢，使人类的这个消化又提高了一步，就消化吸收又提高了一步，那对应的寿命又会延长一些。那么我们今天都知道哈，这个王啊，就过去的周礼规定，王九鼎啊，山河九鼎，一言九鼎，就这么来的。诸侯七鼎，卿大夫是五鼎啊，士是三鼎，它是有等级的。我们对鼎知道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些年国宝的各种宣传多嘛，你像司母戊大鼎，现在也称后母戊大鼎，它是方鼎，这种方鼎它的礼仪性比圆鼎就更庄重一些。我们实际上在各大博物馆里看到的最多的往往都是这么大小的这种圆鼎，这种实际上就是当时的锅啊，就是一种炊具。我们想想这种人类的这个吃熟食的这个最原始的状态是烤，烤完了呢就是煮啊，煮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现象产生，所有的东西搁在水里是很容易煮熟的，如果这个东西高出水面的时候发现它蒸汽也能把它蒸熟，所以人类受这种启发呢，就出现了第三种的烹饪技术啊，这种技术叫蒸。蒸呢大家都很明白啊，我们今天说蒸馒头蒸包子啊，你蒸什么你都底下是水，用蒸汽把它蒸熟，它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一种烹饪方法。那么你吃的这部分东西用蒸汽通过加热，这个让它能够迅速成熟，它的好处有两点。第一点呢，它是比较保鲜，你知道好多东西你蒸出来就比较鲜，你煮出来相对就损失很多成分到汤里去了啊，它营养就不会被破坏。第二呢，它是不需要翻动就可以加热成型，它可以保持那个菜肴的完整性。我们今天其实是吃这种蒸的东西，除主食以外哈，副食中呢，我们经常能吃到一些
地方特色比较强烈的这个菜肴，比如啊云南的汽锅鸡啊，还有的地方的汽锅排骨啊，汽锅羊肉，它都是通过蒸汽把这个肉给这个蒸熟的。你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烧、煮、蒸这三个过程，你可以知道这个人类的这个烹饪技术是不断的完善的。那么容器同样是这样，有一种青铜容器啊，叫甑啊。这个甑呢，它实际上呢是一个立加一个眼构成的啊。这个东西一拆解，你看得很清楚。立呢就是里头搁水，把它把水烧开。那么眼呢，就是搁这个食物的，跟它隔着，眼上面一定有一层篦子。我们今天蒸东西也是啊，一个笼屉啊，笼屉，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那个笼屉都是竹编的嘛，每次蒸包子蒸馒头，那个我母亲他们都是拿一块屉布搁在上面，然后蒸完的时候接锅的时候，每次滴了那个屉布让那个馒头翻一个个，那个感受非常的神奇，我到今天都还记着。那么你从炊具的这个材质啊，由陶到青铜，那反映了文明的进步，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吧？因为金属的炊具到今天依然是我们炊具的这个主角，我们每个人家里的锅基本上都是金属的，当然现在有些新材料我也不是很弄得懂，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不管你是蒸锅还是炒菜锅都是金属的，因为它导热好嘛。我们通过啊这个对炊具的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刚才说了啊，从这个鼎啊，你包括立到鼎到眼啊到甑啊到这些炊具的这个演进，能看出先秦上礼形成的一个脉络。它礼怎么形成呢？都是我们对于吃的一种敬畏。古人对吃比我们今天要敬畏的多，首先是第一个观点叫节约啊，因为那时候弄点吃食不容易，没有人浪费。第二呢，吃饭之前呢要有仪式啊，要有对着食物说一点敬天的话啊。但有的人根本就是盘子上来拿着就吃，根本没有对吃这个事儿有敬意，但古人不是这样，古人对吃非常的有敬意。那我们吃呢，真正古人吃什么，我们今天只能从出土文物里啊慢慢的去判断，或从古代的文献中去找到它。我们中国人吃的一次大飞跃呢，是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就带回了很多东西啊，比如我们今天随时随刻都可以吃到的黄瓜，那是从汉代就带到中国。那么它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不叫黄瓜，叫胡瓜。我们都知道胡子打头的都是外来的啊，今天好像黄瓜是绿的，为什么叫黄瓜呢？对吧？黄瓜是到老了才黄的。就据说呢，原来十六国时期呢，这个出身这个贫寒的啊奴隶的这个石勒当上了皇帝以后呢，他建立了一个赵国，由于他祖上呢属于匈奴的一支啊，那么他当然知道胡人这词呢就有贬低的意思，胡人是站在汉人的角度上说他们是胡人，所以就下令就说不许说这带胡的，避讳改了它，所以那时候胡瓜就改成了黄瓜。你比如石榴啊，石榴这个古代也叫安石榴，为什么叫安石榴？它产生于安息国，就是今天的伊朗。葡萄呢，葡萄这俩字儿写法太多，今天这个葡萄这两个字是固定的，历史上我看到最多的葡萄呢是写蒲草的蒲啊，就我们常吃的那个桃的那个桃。那么齐民要术中写的就这个很清楚啊，就说这个葡萄呢是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到大渊国啊取来的，然后回来就种，那玩意儿很好长，它是那种攀岩的嘛。我小时候还种过葡萄，葡萄那东西挺容易种的，捡两个干枝插在土上就很快就活了，大概两年以后就开始结葡萄。那我们都知道这种蔬菜类水果类啊，还有呢就是带有异味的这个，也可以叫调料，也可以叫食品，比如我们就是我最爱吃的啊，有一种食物，一种菜吧，叫香菜。香菜在北方的生活中呢，往往都是做配菜，比如吃馄饨的时候切点香菜末，是吧？但是香菜是可以做主菜吃的，比如啊，香菜可以拌着吃，也可以炒着吃，但是很少有人炒香菜，因为觉得它那个味道太冲啊。涮火锅的时候可以直接加一筷子香菜，都可以涮。香菜呢，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我
我爹就管他叫盐水啊，山东人嘛，就叫盐水。据说现在华北地区的人基本上还管香菜叫盐水。盐水是一个很老的名字，据说它最早就叫胡髓，那肯定是从外来的嘛。再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胡萝卜，你看胡萝卜这东西就有意思哈，很多人吃萝卜不吃胡萝卜，很多人吃胡萝卜觉得生着吃还能勉强，熟着不吃，觉得它有异味，所以这种带有异味的东西往往都是外来的。我们中国人啊，或者说中国这块土地上所产生的很多蔬菜让我们吃起来都是比较正常的味道，但是外来的东西往往带一些异味，这种异味一旦你喜欢它以后，它就会变成了一个你特别喜欢的食物。那调料类都不用说了，我们都知道芝麻啊，芝麻我们过去这个烙饼啊火烧啊弄个芝麻，那大蒜就不用说了，大蒜很多人特别愿意吃，但是吃完了以后最好是晚上吃，